Hello，大家好，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我是丁丁，也欢迎回到植物的世界。今天丁丁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常见的介质有哪一些？对于植物来说，除了阳光、空气和水，其实它们吸收养分的来源呢，就是这一些介质的。所以要如何调配比较好的介质配方？介质呢是怎么样去使用的？在这一集呢，都会和大家来解释说它们的优缺点有哪一些。想知道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呢，我的频道主要是讲植物相关的内容。如果喜欢这类的内容的话呢，欢迎订阅哦。那么第一个我们想要先来讨论的是，介质到底是什么？不就是土吗？对，那其实呢非常简单，介质其实就是可以拿来种植物的东西。但它不见得是土，也有可能是石头，对，所以不是你网络上搜寻那些什么物理性的一些回答。对于植物来说呢，只要可以支撑植物，让它抓住可以栽种的东西，其实都叫做介质。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从天然的、非天然是人工的，然后是土或者是石头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呢，来和大家介绍介质有哪一些。那我们就先从土来开始介绍吧。那土的话呢，就是前面这三排就是土。第一个这个是泥炭土，那第二个这个是赤玉土，那这一个呢是椰仙土。这三个是比较常见的土的类型，我比较常会用的。那我们就从泥炭土开始介绍。泥炭土的来源呢，其实是沼泽地的那些植物，然后它们死掉之后呢。会开始慢慢在无氧环境之后被分解成有机物，储存在地球的一个泥炭层里面。你可以把它想象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一种土这样子，因为它富含了非常多的有机质，在制作过程有办法吸引到细菌的东西呢，已经有把它去除掉了。但它只要跟空气接触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土会感染上真菌或者是霉菌之类的，所以。泥炭土呢，如果你开封之后呢，尽量就是要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然后要把它密封好，这样子。那泥炭土的特色其实就是保水能力跟保肥能力非常好。保水能力是什么？就是你浇水的话，它基本上会一直吸在土里面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放了太多的泥炭土放在室内的话，有可能。很久都不会干。一般来说，市面上买到的纯泥炭土数量有这种在专门卖的，其实是不多。基本上它会混一些珍珠石或者是蛭石，把它做成一个可能叫做培养土的东西，再销售给大众。这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有更好的排水能力，因为泥炭土本身它的保水能力算是最好的，然后保肥能力也是最好的。这样子，所以。泥炭土的使用上呢，我基本上会把它当做基底，我一定会放泥炭土，因为它是植物的营养的来源，这样子最有营养来源就是这个泥炭土，所以我基本上我种的观叶植物呢，我基本上都还是会放泥炭土，这个是个人的经验，以前不懂的时候就有全部都放泥炭土来种，那这样子的话，在室内因为不通风，然后跟室外比起来，它的风其实没有这么多嘛，所以很容易土就不干，所以你就是。有可能会导致植物的根部无法呼吸，然后它就会死掉这样子。那第一个泥炭土就是这边，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赤玉土啦。赤玉土是这样子咖啡色的，然后摸起来是更有颗粒感一点，就是它我在花市买到最小的一个大小。那赤玉土呢，它其实是火山灰，然后高温这样子烧成的。那它烧的温度大概是600到900度左右，所以赤玉土呢，它其实是不会有微生物。如果是像可能泥炭土，它可能很多有机质，所以它比较有可能会有菌产生。但是赤玉土呢就不会有，细碎的石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孔隙，所以它的优点其实非常多，就是保湿透气，然后排水也很好。然后保肥能力也还不错，然后重点是因为它是火山灰做成的，所以它其实有蛮多就是植物需要的这种铁的元素，所以赤玉土呢
其实算是很好的一个介质。它的唯一缺点就是，如果说你是用到比较劣质的次日土的话呢，它很容易会粉掉。那粉掉的话，就会减少它的那个排水性。所以也就是说，你可能用了一阵子之后呢，它的排水性就会变差。所以这是次日土的比较大的一个缺点。次日土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介质。那大家会比较常看到的可能是多肉用途，多肉用途它的价格也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呢，多肉用途它其实有混了蛮多的次日土，那次日土还有其他的火山岩这样子。那这边是我购买的这个多肉用途，它其实就有混了很多种不同的石头，所以才会导致多肉用途会比较贵，因为这些石头都是比较贵的一些石头这样子。那里面有包含的可能白的火山岩啊，然后黑色的火山岩，然后还有次日土，在使用上呢，次日土的单价是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它的保肥能力、保湿性其实都还蛮好的。那就是只是差在说它用久了会容易脆化，这是它的一个缺点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土壤呢，就是椰仙土了。椰仙土呢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介质，它就是用椰子壳的外皮，然后去这样削削削削削，然后加工变成这种椰仙土的这个质地。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非常的细致，就是一丝一丝的，就你可以完全感觉得出来，它就是从椰子壳这外皮这样子去跑出来的。那椰仙土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排水能力跟让植物透气的那种能力非常好，排水能力和透气性非常非常好。那这个是椰仙土它的最大的优点。那缺点就是因为椰仙土它是一种天然的土壤，所以它其实用了一阵子呢，它就会酸化，它就会变质。所以大概可能一两年，你的椰仙土会变得过酸，那这样植物可能就会不适应，那它们可能就会容易会发生有一些状况这样子，所以椰仙土在使用上呢，其实也是还不错。那保水的能力呢，我是觉得没有像泥炭土这么好。你保水能力基本上就泥炭土是第一啦。那椰仙土的话呢，也是有一些人是会拿纯椰仙去种，但我是觉得它保水的能力没有到这么的好。但是它在开始的可能透气性啊，这个是对植物是非常好的。那缺点就是会酸化，所以大家在使用椰仙土上的话，看要不要再混合一下其他的介质，不要完全是使用椰仙土，除非就是你很喜欢换盆，呵呵，就是一年就是要换一次这样子。那在使用椰仙土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接下来要开始来介绍无土介质。那接下来一开始会先来介绍的是天然的无土介质，那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在于说，无土的天然的介质呢，它们用了1到3年之后会自然的崩解，那会导致它们可能根部会消耗更多的养分，所以会导致根部没有办法去呼吸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它们有可能会变酸，或者是变得更碱，就会慢慢开始变质。所以全部使用天然介质的话呢，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说你换盆的频率。如果是你可能每年都会有固定换盆的话呢，就不用太思考这件事情。那我们先从天然的无土介质树皮开始讲起。树皮它的特色呢，就是在于说它其实是一个通透性非常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它其实也富含有机质，然后保水能力也不错。所以这是它最大的优点，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树皮看起来就真的觉得好疗愈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觉得树皮就是非常非常的疗愈？那它的制作过程其实就是松树，一般是松树树皮，然后先发酵，然后再烘干，然后就变成我们可能现在市面上买到的树皮的样子，这样子。它其实会有分很多不同种的颗粒，从小到大都有。那最小的话呢，其实可以拿来种一些兰花或者是附生型的植物，像是火鹤这样子。那这一种小颗粒呢，如果你是爱浇水的人，也是会有人全部都是用树皮拿来种兰花跟就是刚刚讲的火鹤。
那再更中颗粒一点呢，其实可以放在盆子的基底当做排水用。你用更大的也可以啊，是没有关系。那还有这种最大颗那种，就是可以放在铺面就是放在第一层啊。那这样子就可以放一些杂草或者是一些细菌滋生这样子。第二个天然的无土介质呢，就是椰块。椰块其实就是跟椰鲜一样，都是椰子壳的外皮，然后去做成的这样子。那因为它的制造的工序啊，就是它制作过程没有像椰鲜把它拆的这么细，所以它比较容易含有一些盐分这样子。所以你在使用前呢，就是可能要拿一些，可能用热水把它泡过，或者是温热水把它泡过，然后再用冷水清洗，把那个盐分洗掉这样子。那椰块的特点就是它的保水性好，然后但是又透气又排水这样子，所以在使用上呢，椰块的优点是这样子，因为它是天然的嘛，所以它富含了很多天然的有机质，对植物也是蛮好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水苔啦，水苔相信这个水苔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之前有拍过一部片是在讲说如何自己做水苔棒，所以大家如果对那一部影片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放在这边。那个时候就是全部都是用水苔去做水苔柱，让植物可以攀爬这样子。后面这些水苔柱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做，用水苔自己做的，这样就是其实就可能浇一次它可能就比较久才会干，那可以让植物的气根知道说哦哪边有水，它们就可以依着那个水苔柱而去进行攀爬。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抑菌，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所以很多人会拿水苔用来作为发根，就是让可能你切完一个顶芽或切完一个芽，然后可以包在水苔里面，然后让它发根。因为它还有另外优点，就是它非常的保湿，保湿性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基本上你可能让它浸泡一次，就是可以很久它才会变干。但是它在浇水上的差异就是，水苔它浇水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用浸泡的，它比较有可能全部都吸满水，才会恢复它原本的应该有的样子。不然的话，其实一开始的话会有一点难把它浇透。要把它浇透的话呢，可能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是浸泡，或者你要冲很久这样。那再来讲一下水苔它是怎么形成的话好了，它其实是一种泥炭藓，它其实是一种水草。然后用水草去做成的一种产物这样子，它其实原本是一个植物。所以水苔它现在市面上大家看到会分什么智利的跟纽西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可能纽西兰的目前会认为说纽西兰的会是比较好的，然后可能智利的会是可能比较偏向杂质比较多，对，这就是看大家的选择这样子。那当然纽西兰的也会比较贵一点，水苔它尽量不要跟土一起混用，因为水苔如果跟有机质一起使用的话呢，它很有可能会腐败。除此之外，就是有可能会没有办法浇透，因为水苔就刚刚讲嘛，它可能要浸泡久一点它才会透，但是一般的土可能你真的有一点水它就有浇透了这样子。两个浇透的速度不一样，对，所以使用水苔的话要就是要注意在这边，但它在保湿上跟发根，让植物发根上是非常非常好用。如果是使用可能椰鲜的话，椰鲜棒它的保水能力就没有到这么好，所以水苔的大优点就是这样子啦，非常非常的保水，然后对于新生儿，植物的新生儿也非常非常友善，就是可以让植物在无菌的环境下长大。可能如果其他的有机质比较多的，它就有可能会染菌，那有可能新的刚切下来的那些叶子它有可能会染菌然后就死掉了这样子。那水苔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介质去使用。感谢大家，就是我的频道终于达到1000订阅了。那在这个1000订阅呢，为了感谢大家，所以呢我想要来办一个抽奖的活动，那就是要来抽这个1200块市售1200块的植物日历，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每一天呢会更新一个
观叶植物让大家认识，就是你每一天翻那个日历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个新的植物这样子。那这次抽奖的方法呢很简单，就是我有分成两种抽奖方式，一个在 IG 跟一个在 YouTube。 在 YouTube 的话呢，就是你只要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说为什么想要喜欢看我的频道，或者是任何你想要和我说的话都可以。那在 IG 的话呢，我会也是会po 一个贴文，那就是追踪我的 IG， 然后呢在那个贴文底下留言，这样子就完成了抽奖的资格。那如果说你两边都有留的话呢，你这样子就会有两个抽奖的机会。所以如果想抽奖的话呢，就看一下底下的资讯栏有更详细的抽奖方式。那再次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12月中左右呢会抽出中奖者，那会在12月底之前呢就是送出这一个植物日历。